家午安。强乐先叔叔午安，九蛋午安，哈哈午安。大家抱歉，今天又比较晚开，然后我有点素。罗莉拉午安 ，Hello 詹先生。其实呢，哦，雨声很大，是不是？要不要？还是我关一点窗户？昨天才知道 Mina 的母校，很开心可以回去母校表演，开心，超兴奋的。围炉午安。哦，等一下，我必须说我今天，因为我刚刚其实手机，我刚才起床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手机没充电，然后已经剩下1%了，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就赶快充电。但是我怕大家担心 Mina 就是还在睡觉，所以我就想说那充个10%再开好了。对，所以我现在我知道这样子好像很伤手机，对，但是我现在手机就是我刚充到10%，我就开它，赶快开它，因为我想说已经10分了，对，应该可以吧？不知道哎、欸。一不小心就会不见，会吗？我不知道哎、欸，因为直播其实蛮耗电，我不知道我充10%现在这样是 O 不 OK？ 我插着电直播，对啊，我不知道哎、欸，手机可以坚持多，而且我刚才太紧张了，我刚才太急了，还摔到我的手机，而且因为我直播，然后会把我的手机壳拿起来，哎、欸，对，我手机壳是 Daisy 的，可是它已经发黄了，就是因为。要架那个脚架，然后带的壳会太大，所以我都会把手机壳拆掉，然后放了，结果太紧张，手机还摔下去。Hello， 尊尊午安。断电的话就原地在实验室开车，不要断，拜托，我看一下它现在耗电情形如何。可是现在才开2分钟，看不出来吧？谢谢萝莉狼的梦幻烟火，但我必须说，我今天真的是睡太晚了。就是如果我早点起床，然后就充电的话，因为我不喜欢睡觉充电，怕充太久。对，但是我睡太晚了，然后起床的时候才开始充电，然后就来不及。对，所以我今天也是素颜的状态。你们看我特地烫了一个，就是平刘海来遮盖我素颜这件事。想要说到自然型，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真的有点累。谢谢真人的救救你哦！就是我昨天不是昨天，前天是什么事情？前天也是一大早培训，反正最近就很忙。谢谢萝莉狼的蹭蹭你。对，反正就是前天很忙。啊、哦，我黑眼圈好重，我等一下来直播化妆好了。大家都不想看 Mina 素颜了，已经习惯了。我刚刚说啥呢？我，谢谢志宏的啾啾你。哪里有黑眼圈？有啦。哎，为什么觉得这边比较明显？还是光的问题？哦，好像是光的关系，好像是光的关系啦。我刚才说到哪里？哦，就前天，反正最近这几天就是一下合照会，然后一下什么什么，就很多事情，然后我就累爆了。就是我前天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已经我有。哎，有，我已经有洗完澡什么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就是回讯息，用手机这样子，然后结果就回到睡着，这太累。然后我还就是我在家会穿着一个，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我都会穿一个小披肩外套这样子。但现在它不在这，反正就是会放在床边的一个小披肩外套，然后
是没有手机砸脸，然后就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在那边用手机这样子，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我一直睡到早上十点，快要十点的时候我起床，然后一起床的时候发现，哼，我怎么穿着外套？然后灯一直开着，开了一整晚，然后一直到早上的时候才发现，天哪，也太浪费电了吧！这妈妈知道会生气耶。可是我居然有自己盖棉被耶，我有自己盖棉被。可是听说穿着外套盖棉被不太好，我不知道耶，你们有听说这件事吗？对啊。我通常睡觉的时候，因为怕会有电磁波，其实我睡觉是会开飞行模式的，因为我以前习惯关机睡觉啦。但是因为换了手机之后，它就是关机闹钟不会响，所以我都会开飞行。结果我居然就这样子在电磁波的环绕之下，然后开着灯，穿着外套，就这样睡着了，一直到早上。还好那天没什么事情。真的很累，真的很累。谢谢风仔的荧光棒。当大家懂吧？就是真的累到一个极致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啊？怕什么？你说电磁波吗？我还蛮怕的耶。手机都会有电磁波啊。加鲁特午安，有电磁波比较暖吗？并没有，我只感觉到我的疲惫。真的很累，就是。我想想，因为合照会那天其实，反正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好，这不好说。反正就是我非常的早起，要非常的早起，就是那天是好像六点半就要起床了，因为很早就要到公司。然后我又是最后一步，就是基本上大家是同个集合时间，然后，就是反正我是最早的集合时间要到嘛，但是我又是第五部的合照会，所以我就是要待到最晚，就是我是最早起，但是又要待最久的那一个，对，所以我真的很累，就是从早上六点半起床，然后一直到晚上八点才离开公司，然后我就已经。就是前一天也是啊，因为前一天去看了那个表演，前一天是去看了表演，然后就看完就十点了，看完就十点，晚上十点，然后回家弄一弄，然后大概就睡了大概四五个小时，然后第二天就超早起，就接合照会，然后又要待到最晚，就很。那我早去公司很无聊，是还好啦，就是我可以自己找事做，但就很累。当天有睡午觉吗？有，在后台有小睡一下，可是就是刚睡一下，然后就被叫起来说要可能拍个团体照还是什么，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在后台，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睡，而且大家就是聊天什么的，其实很就是真的很难睡着。跟七七合照的时候往我那边看，冷嘲吓到了。七七也很，七七的也有卖完呢、啊。有在公司睡一下吗？没有哎、欸，就早上想想我在干嘛，我忘记我在干嘛了。对不起，我有点断片。所以最后有点没电，哎、欸，但是我必须说，我没有没电吧？我有让你们觉得没电吗？如果让你们觉得没电，我也太难过了吧？就是，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最后有没电哎、欸，因为我在后台我很累，但是工作 on 的时候，我应该不会没电吧？而且我真的超级喜欢合照会这件事，我是超开心的，就是我。因为我们不是可以坐也可以站嘛，所以我都会，就是我会每一个人来，我都是坐着，然后站着送你们走，就是很像，我觉得很像那个，就是客人来我们家，哎，你坐，然后我们一起坐下，然后走的时候要就是送客这样子，我是一直全程坐在站这样子，因为我好喜欢合照会哦，就很开心。
很开心哎。握手会的话，可能还要担心一下，就是要讲什么，要想一下话题什么的。可是合照会就有种哎、欸，来我家，来我家，请坐，请坐。那今天要喝点什么，要吃点什么，就是很像家的感觉，所以我好喜欢哦。但是我看到其他成员就是布置的很漂亮，害我觉得有一点我只有两只仓鼠而已，有点抱歉。就如果有下次的话，我一定好好布置。哦，我不知道那后面那背板原来可以布置哦。难怪要离开的时候都站着，对啊，因为站着然后再迎接下一个客人入座这样子，很喜欢合照，我超开心的，真的很开心。不是商业假笑这样，是真的开心，是真的开心。哦，我现在很丑哎，我现在头发很蓬，然后大素颜，我不行，我等一下要化妆一下，我这黑眼圈真的是受不了。有带娃娃布置不错，因为很多人来就说：“哎、欸，怎么没带小仓？小仓太大只了，我真的是太累了。”商业笑是什么感觉？听这种嘛，假笑的感觉。下次要准备滚轮，边跑边拍。滚轮哪有那么大的滚轮？我要怎么带？布置其实拍起来都被挡住了。哦，坐着拍还好，但站着拍就会挡住吧。现在的头发有点水母女孩，那应该下面要再加那个，哎、欸，以前杨丞琳很流行那个水母头，你们知道吗？你们下面要多几根须须的。小晴带她的熊猫，我有带我的仓鼠啊。红衣是不是没来拍照哈？是不是没来拍照？谢谢红包。谢谢嘎比追踪，嘎比李贝林，嘎比博。小仓吃带好了，对啊，所以带气死猪猪跟草莓猪猪来见见世面，直接抓包是不是？你记得一只叫草莓猪猪，一只叫气死猪猪。有来没跟我拍？你还好意思说啊？红衣，你想被 ban 吗？拜拜咯，来，我看一下怎么 ban 人，踢出直播间，永久禁言。要选哪个好呢？气死马铃薯了，没找我拍，还好意思说这么大声，真是好意思。很派，第一次见到两位就长大不少，对嘛？想当初他们只是个小吊饰，这么小这么小，现在已经哇，长得这么大了。没事，我又在乱说话了，我好可怕哦！大家好好说话。Mina 的卖光，说哦，所以Lin也没有买到是吗？洛克只有找 Mina 拍，谢谢洛克。Mina 本人比较好看，对不对？因为直播都没化妆，啊好，我等一下可以化一下，真的，我可以化一下，有点受不了我的黑眼圈。其实我是过敏体质，就是即使我有睡饱，但黑眼圈还是很重。但其实有差啦，就是我每次到越晚的时候，我黑眼圈就越来越重，就是重到会吓到人、吓熟人的那种。就奶奶只要。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晚上哦，可能我前天没睡好，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有点困了，然后是黑眼圈就会出现，对，我的熊猫眼就会出现、啊、然后奶奶看到就说：“哎、欸，你是不是很想睡觉？”就她说看你的黑眼圈就知道，奶奶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我现在是想睡觉，即使我就是眼睛张很大，这样装清醒，可是只要那黑眼圈瞒不住，真的就是一般动漫人物不是吗？就是他很累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黑眼圈这样子，然后你就知道他很累。哎、欸，我是真人，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欸，哎，是很明显的。Hello， 小贺，小贺撒哟，谢谢夏的幸运草，雨农午安，第一次来看，欢迎欢迎雨农。主播好可爱，
可是主播今天没有化妆，好，我很不好意思，但是因为我手机，反正我不想让大家等太久。然后我今天也睡太晚了。Mina 是卡通人物，对，我其实有点像，我自己说自己像卡通人物，我不知道，就是最近有这种感觉，就是像乐团，我们不是拍了一些乐团的，就是宣传照嘛 ，The Puzzles， 然后就团员看到我的 pose 之后，他们都说 Mina 的 pose 很像那个动漫人物的 pose， 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些什么动漫，然后但我都没看过，我说我有唯一有看过的乐团的动漫就只有 K On， 然后其他的我就没看过，然后他们就说，但就很像那种动漫角色会比的一些动作，对对对。但是 K On 我会去看，也是奶奶叫我去看的，因为我之前就是跟健健美一起睡觉的时候，然后我跟她一起睡午觉，然后奶奶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我跟健健美一起在睡觉，然后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很像那个动漫人物哎，然后我就说什么什么动漫人物，然后他就说我的个性很像那个 K On 里面的那个主角，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后来就去看了 K On， 对，所以我睡觉这件事情我不是因为看 K On 所以去模仿的，是我先的，那有没有我先？反正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看过那个动漫啦，但是我就常常被人家说很像动漫人物。你只看过 Kano 是什么？奶奶意外推坑，对啊，其实奶奶蛮动漫宅的，然后她也推坑我很多动画，但我都还没看。我记得她之前很喜欢看一个什么《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是吗？但是我就是我很可爱啊。但我还没有看那部，对。Kano 抄袭。武道馆，我不知道奶奶她，你们跟她讲任何一部动漫，哎、欸，下次奶奶在家，就明天嘛，明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奶奶会在家，对，到时候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动漫，她基本上都看过，我比较少看动漫，我都比较少，你们知道了吧？我说我不太看动漫，就上次就随便就讲了二十几部动漫，但那个都是就是小时候看电视看到的。但是跟奶奶相比之下，我真的是没在看动漫欸。相比之下，奶奶她，你随便讲一部动漫，她说哦，我看过啊。她那个动漫的量是很可怕的欸，她什么每一部都看过，真的。红 A， Hello， 应该要先去上班了，好，拜拜。我是电视儿童，我其实没有到很电视儿童，我是跟着奶奶的。奶奶是真的电视儿童，她小时候是会那种，就是快要进到电视机前面一样。贴着那个电视机这样看，我不知道这样是有比较好看还是怎么样，对，但是就会被爸爸妈妈骂，就说你要进去电视里面了是不是？而且特别，我跟你们讲，特别是那个假日啊，礼拜天的晚上那个时段，就是最好看的那个卡通，跟爸妈最爱看的《大陆寻奇》。同时播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家里就有一台电视，然后奶奶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哦，讲奶奶跟爸爸妈妈抢电视好像很奇怪。姐姐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抢电视，说我要看卡通，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哎，看什么卡通？要看这个《大陆寻奇》啊，才可以知道世界上更多那个什么，就是我爸看《大陆寻奇》就是可以知道世界有多大之类的，就他们觉得对小孩来说，就是要看这个，看卡通没营养啊，什么什么的。对啊，真的会就抢电视啊。然后奶奶就会开始哭，要看卡通，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广告的时候就赶快转过去给奶奶看一下卡通这样子，然后是在唱主题曲的时候让她看一小段，就是要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子。然后明明觉得广告快开始，哎，故意假装还不知道，就继续偷看这样子。然后我就顺便看了，我是不吵，我不参与争吵的这个 part 啦。对，小时候就能看一点是一点，但我是没有参与这个争吵的 part， 就是我不会因为想看卡通就那个啊。爸妈都看《大陆寻奇》，我就看啊，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没有很爱看卡通，其实就是
《大陆寻迹》我也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到长大一点，我也很喜欢看那个什么新闻六一下，就是晚上六点的时候，其实是有其他台是有播卡通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新闻比较好看。我好奇怪的小孩哦，就是但卡通我也会看啦，就是对啊，就是反正转哪一台我就看哪一台，转哪一台我就看哪一台，我不太会去吵。但是后来的话好像就是楼上，因为我们家是有两层楼的，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楼上就是有接一台电视，之前不知道是没接还是怎样，好像是啊，是楼下买了新电视，然后就把旧的电视搬到楼上接起来，所以后来就是要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如果抢不到电视，奶奶就会自己拿着她的饭碗，因为通常就边吃饭边看电视嘛，然后她就会拿着她饭碗跑去楼上，然后自己看电视，然后我就在楼下，因为我就想好好吃饭啊，就是我吃饭很慢这样子。会看国家地理频道吗？我们家看不到，我们家没有装第四台，也看不到什么 Discovery。如果有，我可能会看吧。就没有国家地理频道，所以我地理不好，开始怪罪东怪罪西。你跟你哥比较像奶奶，所以我其实不是电视儿童啊，我就是一个那叫什么随遇而安的人嘛，就是逆来顺受，用了一堆成语形容自己，反正就是对啊，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有电视转哪台就看哪台，对不对？谢谢熊熊，啾啾你哦，啾啾。对啊，所以我很好养啊，我就是不挑食啊。很多人听到我不挑食，都哈怎么呀不挑食？但是我对啊，我就是一个对啊，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我算是蛮，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子？55寸的荧幕接电脑看起来很棒，55寸的荧幕，我们家对，我们家没，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电视哎，因为现在都用手机比较多。爸妈可惜没多让我看地理频道，就是说嘛，都是家里不装那个第四台，为了省那个钱。但我对我也不太会去转家里的电视啊，反正转转去也就三台，不都差不多啊？播七点的时候三台都播新闻啊，都是一样的。不挑食，不挑食才是好宝宝，好不好？不挑食最棒的。但我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吃饭，那我没有挑食啊，我还是可以吃，只是不喜欢而已。我想想什么的饭我会吃完，外面的饭我好像都很难吃完欸，我是觉得那个量对我来说太多了，就是在家里自己装一个小饭碗。因为像去外面，比如说你吃个牛冻，它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碗，然后装很多的饭，就吃不完。可是自己在家，我就用小小的碗，咖喱饭啊，还是什么，还有什么比较多酱汁一点的。反正我是不喜欢干吃饭，就是要有一点酱。像咖喱饭，我一定会吃完饭，然后要就是自己选饭的分量吧，外面的都太多了。是 Mina 饭。可以请店员一半饭换成虾，其实饭也没多少钱啊，就只能说哎，饭给我少一点这样子，就是比较不浪费一点。不喜欢吃饭，但能吃，也会吃哇，也会吃。Hello， 微微儿，日式冻饭都会有酱汁，那个酱汁很好吃哎，日式的都是那种甜甜的酱汁。哎，我看一下手机的充电状况如何哦。现在开了半小时，看一下。哎，其实是有在充进去的耶。现在有18%了，所以虽然边直播，但它还是有边充电的，好像还行。那就好，哎。下次可以说一下我把饭丢在哪吗？那个都过去了，好不好？那个是小时候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干这种事了。我已经不干这种事，小时候不懂事嘛，真是的。
对了，这个是，可是直播啃玉米是不是怪怪的？这是刚刚邻居阿姨拿上来的玉米，热热的，还没有吃午餐。而且这个是邻居阿姨自己种的，哎，她自己种的玉米，没农药的。如果直播要怎么啃玉米啊？吃吗？哪有什么问题？仓鼠吃土，不是吃吐司。为什么会习惯讲吃吐司？哦，对，因为我通常早餐都吃吐司。目前家里也只有吐司啊。拿起来啃吗？仓鼠啃玉米很合理。嗯，好像也是。来吃吃看，邻居阿姨自己种的玉米，因为热腾腾的，环状啃玉米。在都市内居然可以种玉米，不是在都市内啦，是阿姨在乡下种的这样子。Mina 喜欢吃硬的玉米还是软的玉米？玉米有分硬跟软的吗？我喜欢吃 Q 的，像这种白色的就是 Q 的。通常黄玉米是比较脆一点，比较甜。可是我比较喜欢吃 QQ 的。不然我拿刀子切，我还好，我用啃的好了。嗨，我比较喜欢白玉米，白色比较算软嘛，我觉得是 Q 哎、欸，正常效果就好，不要搞笑梗。我正常吃玉米啊，经费不足才不够买我的合照卷，少来了，经费不足，这是爱不够好不好？你都可以去找别人，不来找我，这就是爱不够啊。合照会就是考验你的信仰，好不好？好啦，啊，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吃，优雅的吃玉米是怎么样？不是啊，没有来拍就没有来拍，我也没有要追究什么，干嘛一直在直播说，我没有找你拍照，我去找别人拍照，是什么意思啊？就没有拍，我也不会说什么，那你就没有拍了，干嘛还要？特地讲出来啊！对啊，爱不够啊！我本来没有要特别讲的，可是你自己一直讲出来，我也只好这样子回你了。你不要玻璃心哦，是你逼我的。那个乡土剧就会说，是你给我逼，是这样讲吗？逼是这样吗？逼，是你给我逼。哦，就想要我念他哦，那我不理了。这样吃最后遗体会超疗愈，我以前也有这样子吃过，可是这样吃真的会很久。好，还是用啃的好了。拿出来啃好了。看一下吃一根玉米要多久，应该蛮快的啦。用剥了可以吃一整场。我很喜欢吃这种环状的食物哎。Pocky 怎么吃？哦，你可以这样一这样进去吗？会食兽。你们要不要来点音乐？因为我刚好像手机在充电，不要再分享网路了，怕会耗电。谢谢真人的戳戳你。是你跟我比的，有没有截到图够久了？怕你们没有音乐无聊，听我吃东西就好，真的吗？忘记要拍这个仇一定要报的合照，这个仇一定要报，有什么合照？以为要用
牙齿削下来，怎么用牙齿削？没有音乐，我吃大声一点就好，会吃出声音那种啊。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家教啊？啃玉米要配什么音乐？感觉要配仓鼠跑滚轮的音乐。我这样子吃完，我的口红是不是就会不见？对，感觉可以配个哈姆太郎的音乐。天气冷了 ，Mina 穿暖和点。我也觉得我穿这样有点单薄，有点冷。偶像啃玉米会不会很恐怖？很狰狞，有没有？大家就这样安静的看我啃玉米，害我有点害羞，感觉要配点音乐。很奇妙，对啊，就是直播，然后那么多人看我啃玉米，我啃玉米很正常吗？不见了，被沙发吃掉了，没关系了。掉去哪儿？不知道，也找不到。蟑螂，蟑螂喜欢吃玉米吗？沙发是食物黑洞。等一下直播完再找，然后直播完就忘记了。沙发要长出玉米了，那我们也自己种无农药的玉米，然后以后肚子饿可以去沙发找。沙发到底是藏了多少食物？我有看过，之前有一个啊，是卡通吧？是卡通还是真人？是家里很凌乱的那种鱼干女，然后他们就会把各种食物就是塞在沙发的后面啊。我知道是谁了，是不是？是花妈还是美牙？动漫演的那种，每次客人要来的时候，然后就把所有食物还是什么都塞在沙发的后面，这样子，这样要吃的时候就可以拿。中午只吃玉米吗？还没想好要吃什么，就会先吃玉米。以后直播间会越来越丰富，对，沙发上都是农作物。是我们这一家吗？有点忘记，但是就是那种动漫会演的。仓鼠有藏食物的习性，不是藏在夹囊里吗？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合照会的时候，就是我是很早到公司，然后我就开始吃我的早餐，然后因为下午太累了，然后我就因为下午是有准备点心，然后三明治这样子，然后我因为太累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睡觉这样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也吃不下，
就没有吃，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回公司才继续吃。就工作人员看到我就说：“米娜，怎么每次看到你都一直在吃啊？”我就说：“就是我只是刚好每次被看到的时候都刚好在吃东西，但我没有，就是感觉好像哎，从早看到晚，怎么米娜一直在吃东西？”然后说：“是不是仓鼠有囤食物的习惯？”然后就对，因为刚看到这句话，我就突然想到，就想说就只是刚好每次都被看到的时候在吃东西而已。太累吃到爽，其实我中午吃便当的时候，真的吃到差点睡着，太累了。Hello， 爸爸，午安。从你家里拿出来的，对啊。合照有多少人要当青蛙背景？好像还蛮多人喜欢那个 pose 的耶。没想到大家那么喜欢那个 pose。那时候只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想要学他做猪猪嘴，然后没想到就变成合照会的热门 pose 了。很完没有很干净的玉米，应该要用扒的会比较干净。谁偷爸爸求婚的梗？这边用拔的，想嘟嘴可是害羞，我嘟啊。到底是谁带头的？对啊，是谁带头的啊？该不会是浩浩吧？熊熊要上班了，熊熊爸爸。每次这样拔，大概拔到四五个就会想放弃，好累哦。害羞说不出口。哎，你们有花钱来的耶？你们花钱来找我拍照还害羞？这就是浩浩，然后你们谁带头的、啊？可以用切的，因为怕切不好，忘了跟 Mina 对视了。下去，许罗库玛，许罗库玛是不是已经不是没事？许罗库玛这次有来合照会吗？什么时候是不是脑袋空白了？那我的 pose 已经用完了、啊。我当初只有，好像只有想，我说一定要比的就 Mina 的 M 那个嘛，然后仓鼠 pose 爱心，好像我想不够多。许乐姑妈是没有买到哦，好吧，因为我想说。没有要哭，我是说，因为我一直把企鹅跟白熊还有那个羊姐搞混，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是怕我搞混所以一直来一个，还是因为我搞混所以不喜欢米娜了。你刚只有来一个，所以我不会搞混了。啊，夏尔也搞混，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会搞混，因为合照会有来找我的只有企鹅。
没有小厨举手是这个，这个跟 Mina 的 M 是一样啊，是一样的。Mina 的 M 跟小厨举的这个是一样的。爸爸骑车了，骑车小心。哎，为什么？为什么综合喵喵跟我对看不会害羞？为什么啊？是不是我没有电，电力不足？求婚的时候要看，讲清楚嘛，我都不知道。Hello， 高升午安。对视很害羞，对啊。我亲和力太高了，亲和力太高也不行哦。不是，我看综合喵喵会笑，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笑。我之前说过了吧？粉丝里面长很好笑的就是综合喵喵，长得好笑，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哎，但就长得很好笑。脱裤子都不怕？什么？为什么要脱裤子啊 ？Hello， Stephen， 午安。这是称赞吗？哎，你长得很好笑哎，先生。你们觉得是称赞吗？还是要看语气啊？我不知道哎，有吗？有被称赞的感觉？先生，你长得很特别。嗯，听起来是称赞吗？我不知道哎，可是没有，我不知道。特别，哎，你长得很特别，特别好笑。什么语气都一样，好吧？很羡慕中喵啊！你们也想要长得好笑啊？陌生人这样讲会被打，看奶奶是不是有被讲过，说她长得很像住在韩国的日本人是吗？我忘记了，她之前有被说过，然后她就哼，什么意思？长得很幽默有比较好吗？长得很幽默蛮好的啊。就是人家每个人看到你都会笑，然后你也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好像在给人洗脸。哈哈，去上班了，哈哈，拜拜。跟 Mina 拍完之后要健身、减重、保养皮肤，为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给了你什么动力吗？志宏不胖啊，志宏不胖啊，不会啊，长得不幽默，只会被追问为何没有来。没事，我就知道了。上庭我知道的。衣服太好，所以是衣服胖，不是人胖。我这样说人家又不减肥了。不是，志宏真的不胖啊。可是健身是好事，是对自己身体好啦。又喷了一个玉米下去，有，我又捡回来，没有在沙发上。好正向的偶像，你说运动吗？运动是对身体健康好啊。有玉米爆炸，对对对，刚刚玉米爆炸了，爆米花。
爆米花就是用玉米去爆的嘛，就像太阳光芒燃烧着爆米花，以为是整只掉下去。男生有一点肌肉比较好。嗯，重点是皮肤，皮肤保养真的蛮重要的。跟你讲，第一只还没吃完吗？吃完了，这是第二只，所以我想要这样慢慢吃，然后看它等一下会不会，就是吃完会比较疗愈。我快吃完了。就是我今天直播一个小时，是不是一直在吃？那这样吃真的很慢。Mina 昨天笑唱跳特别用力，是错觉吗？应该有特别用力吧，就是有一种。回来自己最熟悉的主场的地方，哎，毕竟还是个待了五年的地方，就是不能丢脸，不能落亏，所以应该是有特别用力。茄子平常没有保养，完全不敢拆口罩拍，那现在开始保养啊，明年的合照会见。没有被成员记，可以随便走。修泽，我要去查水表了。谢谢阿卡送我蛋饺，我刚看成蛋壳，我想说哇，火锅里怎么会夹出一个蛋壳？你哪去过那个活动中心很多次了吗？很多次啊，而且乐音社就在上面啊。乐音社就是，又搬出去，不能吃了啦。那就是体育馆啊，希望下次可以去。好啊，第几支小唱不知道，没有算，但是是台北的第一场。玉米是活的，对啊。边缘粉成员记不住，哪有正常啊？哪有正常啊？不是啊，你们来跟我介绍，我就会记得。但小白兔没有来找过我啊，我很努力记每个成员呢、啊，不是每个成员，每个粉丝。夏尔，拜拜。讲错。记每个粉丝我讲成成员是怎样。嗨企鹅，我记得企鹅。我快吃完了，下面这个越来越不甜了。这样子吃虽然很慢，但是很疗愈。合照会阿潘被求婚求到呛掉了。阿潘的指定 pose 是求婚吗？小白兔都没有来找我啦，我是跑去跟别人求婚啊。你哪很久以前记得，为什么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企鹅是企鹅。我知道企鹅是企鹅啊，愿忘记打，我知道饭水偶像嘛。
啦，就是这次企鹅有来找我，我还是很开心。哦，桌上有花，所以好发挥。Hello， 小明，小明要去午休了。小明，拜拜。好像吃，好，可以再吃一下。很努力，然后把玉米赶快吃完，专心跟你们聊天，不然等一下它一直喷飞。吃完了，展示我的成果，底下这个已经不能吃的，上面这一段，你们看，好疗愈哦！锵锵锵锵，老鼠啃的，我用啃的，就是这么干净。有没有截好图？我今天长得像老鼠吗？没有化妆一样，像老鼠，不好看算了。我刚才想要假装啃，可是发现不好看，不要截那个图啊。嗯，不过蛮可爱的。好了，不玩玉米了，丢掉。爸爸那天比较像老鼠，因为你穿老鼠装啊，米豆子。每天都像，嘿嘿。要不要喝一下水？嗯，我这里没有水耶。爸爸想成为玉米。什么意思？想成为玉米是什么意思？想被啃，想被啃。谢谢正人的掌声鼓励，还要吃什么呢？因为我直播一直在吃，还是我直播完再吃啊？沙鹿要先去休息，好，沙鹿拜拜。想被我吃掉？那不一定要成为玉米啊，也可以当马吉，也可以当香蕉。很多很多，没有吃饱，吃一个玉米会饱吗？感觉还可以吃别的东西，不然会饿。你们吃一个玉米就饱了，那看来我是大胃王了，我食量很大。而且，等一下哦，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那个人想博关注，但是我还是想再问一次，弘毅，请问您今年贵庚？就是你几岁？因为我实在是很。没有，先等他回答。谢谢茄子的真情告白。公司楼下水果店香蕉都卖88块，太贵了吧？香蕉要卖88块，那是进口蕉啊。香蕉是最便宜的哎、欸。觉得烦躁吗？有点。说啊，几岁啊？没有，我现在正在就是给机会中，看得出来吗？就是我是真的有那个，好，鼻子有点痒。哦哦，日币那便宜，那算便宜。好啊，现在不讲话，没事。24块，说没有问你们啦。一斤12块，哎、欸，我还买到一斤9块钱的，超便宜。对，爸爸，你懂我，你为什么懂我？对啊，就是干嘛一直要讲 Mina 大姐姐？你就是好，如果你今天年纪真的很小，我就会觉得哦，那没关系，你就叫吧。好啊，他是该出去了。弘毅你好，请问你今年几岁？我很好奇的想要知道呢。
谢谢阿米的小熊抱抱。Hello， 勇哥。讲完之后害我自己尴尬。再小也不会比五岁小，我不是五岁。等等，小盒子给我吗？没有，就综合喵喵知道吗？综合喵喵知道吗？还是你帮忙回答？哦，所以是其他人知道，真的、哦？为什么你们知道？你们这么厉害？你们这么厉害？你们是二界观察员，糟糕啊！难道是我观察还不足？但是现在小朋友发育很好，现在小朋友发育很好，有可能十岁就很长得很高大了。天天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真的，我不知道他的 IG 哎、欸。大学生哦，那有可能比我小啊。大学生的话有可能比我小，但他现在都不说话了呢。为什么给机会不好好说话呢？十岁看什么直播也是哦，这个时间会出现，所以有应该是大学生课比较少之类的。学生可以喊大姐姐，哎、欸，对了，我想让我思考一下，我是想说年纪比我小的话，可能可以这样讲，但是，对耶，就算是大学生喊我大姐姐，我也觉得好奇怪哦。如果真的 ，Mina 大姐姐，你今天午餐吃什么？哦，我吃玉米，我吃玉米泥，对不起。嗯，对，好像也不行哎，好像也是怪怪的。对，好害羞，我脸要红了。等一下，玉米米是什么？不要揍我，不要揍我。对啊，喊米娜妹妹可以吗？可以，大家都来当我的哥哥。我其实想要一个姐姐跟一个哥哥，不要。虽然我现在有姐姐，但是我姐姐就是很像小朋友，她就就是那种，她可能有点，我不知道我是被她影响，还是她被我影响。但就是我们两个都蛮，就是比起同龄人都蛮幼稚的这样。对，就很想要有一个照顾自己的哥哥或姐姐都好，但比起姐姐更想要哥哥，因为感觉哥哥真的都好疼妹妹。其实奶奶是妹妹，确实是啊。她除了年纪比我大之外，各方面都像是妹妹。我觉得有点冷，那个风一直吹进来，要加个外套。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感冒了，我要坚持一年不感冒，说要坚持到十二月底。有鸟叫声哦，对啊，我们家就是这样聪明鸟叫的，山上突然好时尚，真的吗？最近都穿这件外套，对啊，因为最近的天气吧，最近的天气穿这个刚刚好。过一个月欢迎开放感冒，对啊，就是可能跨年什么出去玩，然后就受凉，然后跨年第二天就感冒。哎，好像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哎，我有个朋友，那个朋友该不会就是奶奶吧？还是朋友？反正就是每次跨年第二天都感冒的，那你是发烧的那种。现在感冒很麻烦，对啊，所以不能感冒。倒数5、4、3、2、1，可以感冒喽。
忘记上次感冒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只确定自己今年都没有感冒。都不要感冒不是比较好吗？对啊，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感冒，可以不要感冒啦，只是说刚刚是有人打电话来，摩托车骑走了，是找我的吗？应该不会吧？有人打电话来，但是不认识的号码我都不接耶，不知道是谁。可是邮差的话应该还是会按电铃吧？对，刚应该接一下。可是我想说，我正在直播，接起来不太好。打电话，那应该不是吧？而且每次接完电话不知道怎么回来，就黑，就直接晒黑。我已经播到一点多了，怕自己挂号。为什么我要挂号？谢谢瑞恩追踪。邮差如果没有领还会打电话，所以应该不是。因为我最近有订淘宝，就是我很久没有，没有，我第一次订淘宝了，因为我之前都 shopping， 然后第一次订淘宝，所以他好像是会送来家里，不能送到便利商店的样子。邻居平常都喊我妹妹还是姿怡，楼下邻居喊姿怡，好像通常喊姿怡，邻居都叫我姿怡这样子。虾皮快要免运费了，要花钱了。但我觉得我需要买新衣服因为合照会的时候看到，就是。我本来就想说合照会是一个就是难得可以跟大家拍照的机会，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家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穿的那种一般，就是我觉得男生应该会比较喜欢就是气质一点的吧那种，所以我穿了比较就是浅色的那种小洋装这样子，然后结果看到大家都穿的就是各种浮夸的服装，那我就觉得哈，我会不会好普通哦？因为那时候就是要穿的时候，就有给工作人员姐姐看说，我穿这个服装，然后就工作人员看就说，好普通哦，就这样哦。那我就有点可是我其实也没有其他衣服了，然后就觉得就是怎么办？但现在买。网络买一定来不及啊，本来就不一定，我怕大家觉得，很普通。难道要穿杯子蛋糕跟大家？不要，这辈子别想叫我再穿杯子蛋糕，绝对不穿。好。大家不介意就好，因为很多人都是穿新衣服，但是其实我身上那一套我拍照都有穿过了，只是我是重新搭配不同的，就比如说那天的搭配是第一次配那一条裙子，不一样的搭配，可是那个上衣跟那个裙子本身其实是都有穿过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介意不是穿新的衣服。有约会的感觉吗？爸爸在另外的尖叫，土拨鼠叫啊你这个是老鼠呀！那就好，好啦，
我最近在，因为最近太累了，我想买新衣服，但最近太累，我真的是滑手机滑到睡着，所以最近没有什么在网购，但我有想要买新衣服。衣服真的太小了，进去的时候也对，不是啊，合照会很开心，看到你们就很开心。而且哦，对，因为平常都是之前活动，你们都是戴着口罩，所以其实已经不太知道。老粉丝当然知道，但是可能有些新粉丝的话，就认不出长相嘛，就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合照会大家脱下口罩说：“哦，原来你是谁，原来你是谁。”这样子。女生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我现在衣柜没衣服啊。花栗鼠跟猫猫哪套比较喜欢？当然比较喜欢花栗鼠啊。现在买可以为握手会做准备哦。对，可是其实我是秋冬的衣服比较少，短袖的话倒还蛮多的，倒不担心。就是那种薄长袖，因为现在的天气就是微凉，就是穿薄长袖是我觉得最刚好的。对啊，那天你们握手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冰，那手怎么那么冰这样子。我那天穿是薄长袖加那个毛衣背心，然后工作人员看到的时候就说 ：“Mina， 我觉得你今天会热死哦，因为场内是有打灯什么。”就哈，真的吗？然后结果去的时候还很好冷。童装，爸爸适合穿童装。认粉丝慢慢来，我就为您认得蛮多了，就是有每次慢慢累积。对，就像每一次的活动，我会很开心自己又多认得几个粉丝了。可是如果戴口罩的话，就又会认不出来。一堆人在寒冷，你说成员还是粉丝们？那我就说了，我现在手也是冷的，我即使现在穿着外套，我就是比较手脚冰冷，最近天气比较凉。首都的时候，怕米娜又忘记是谁，那还是带着一下好了。我好怕我叫不出来。我基本上我记得一个粉丝之后，我就每次看到他，我都会叫他的名字。就是一方面也是告诉这个粉丝说：“哎，我记得你哦，我是记得你的。”这样子代表我有努力在记。然后还有一个是也顺便帮自己再多复习，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记东西，读书也是这样子啊，你虽然好像不太一样，就是你记东西，反正以记东西来讲，你努力用脑袋在记，你还不如念出来，或者是你唱歌，你在背歌词，你看那歌词，你看十遍你就记不住，那你就直接唱出来，用旋律记反而比较好记啊。我觉得粉丝也是这样子，如果叫错就错啦，叫错的话，下次就知道。哎，这个不是这个地方错过，不可以再错了。比如说，我把白熊叫成哎企鹅，然后你就会看到他脸色大变，然后你下次就知道不可以再叫错了。以后叫粉丝都用唱的，那每一个粉丝都要有一首主题曲啊，太难了啦，很多哎，我会努力不叫错啦。脸色大变啊，不然怎么讲？就脸就变了。搞错人只要露出偶像微笑就没事了。偶像微笑是，还是啊？那搞错人的话，我是仓鼠傻笑。搞错人了，嘿，你们记得吗？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贴图我很常用，就是装傻的时候，看着 Mina 叫熊妹，最好是会叫错啦。熊妹那么高，我超出镜头了。熊妹那么高，粉丝叫我黄秘书，我要生气了。谁跟他像啊？Mina 一定。
情是仓鼠惊恐表情。仓鼠惊恐表情是什么？偶像搞错了，偶尔会的。不是，有些粉丝我真的要说真的很像，我很努力在分辨了。对，但是我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故意叫错，就故意叫错，有时候叫久了就真的错了。我是很有经验的这方面，所以我现在告诉自己不要再乱玩。Hello， 秀一，多来几次就记得住了。哎呦，但是搞不好那粉丝来很多次怎么办？就一个粉丝大概来三次，我对，因为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事不过三，就是告诉自己，就跌倒的时候，哎，同一个地方跌了两次，我就告诉不可以再跌第三次。就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第三次还记不起来，这粉丝是不是就会？觉得 Mina 都没有用心在记我什么的，就会开始想东想西。黄秘书有常常回公司吗？黄秘书不会很常回公司，但是我们有活动的话，他基本上都会到。他说他立志要成为那个全餐侠。看着巴巴喊辛巴啊，辛巴跟巴巴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巴。不去三次记不住，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一次记住，但是一次记住有点困难，有点困难。全餐的话当然会被记住啊。你看大家现在都记住黄秘书了。罗和午安，黄秘书还是会常常看到成员。你说路上巧遇这样子，谢谢秀一的玫瑰，跟我多一点互动就会记住。我觉得直播是最好互动的，因为直播就是像我一个礼拜大概都会平均都有三次直播嘛，那直播的时候。就是很一定会记得大家的名字嘛，就哎、大家送礼物的时候就哎、谢谢秀一送我玫瑰，然后就是这样念念念，所以直播念过的名字就会很有印象，然后看到本人的时候就啊就可以跟脸马上对上这样子。可是有些人是像合照会就遇到很多就是第一次听到的名字，然后他们就说哦、其实平常是有在看直播，只是都没有说话没有发言，就啊好可惜啊，就是都是在潜水啊，所以都没有。就是我要再多花时间记啦，就可能要多几次才能记住。确定可以对到，可以有一部分的几率对到。有一些人就是长相就是比较好记，有些人就比较大众脸嘛。像我的话，长得算是蛮特别的，就是脸颊有两块肉，所以我应该算是蛮容易。如果粉丝长像我这样，应该算是容易记住的粉丝。我想补一下口红，虽然我好像已经快关播了，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已经很素了，要有一点唇色。Hello， 健健午安。爸爸不是大众脸啊，爸爸不算大众脸。爸爸的身形吧，我认爸爸是认那个身形这样子。时间到了自然认的，就有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成员都蛮好记，不懂为什么村外会记不住。村外的人看好像都觉得我们都长差不多，都妹妹头，然后都差不多了。被说很像白熊该开心啊，白熊是白熊啊，不是吗？那个身形看起来可以塞进口袋，可以，我的口袋很大。脸颊没有两块肉，下巴有好几层肉，可以记得住吗？
我努力，我努力记。Mina 应该认不小易，小易很久没有来了啊。小易在香港嘛。有一个叫子怡的，一直想不起来什么样子，就带你拜拜啦，都不来找我，在那边。下巴好多层，怎么骂很多粉丝说下巴都有好多层欸，这样我没有办法看下巴分辨。谢谢阿提拉的指南针，跟风。杨雄认得呀，杨雄就是那个二姐啊，是推面面的嘛。圣诞餐会有一个选项要攀自己，到底是谁？是我啦，是我啦。上一次见面是去年九月了，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杨杰现在也不来找我了，其实杨杰是品涵的粉丝吧，自己的先顾好再说。修哲是雨露的粉丝，所以是看起来是专情的哦。圣诞餐会有火鸡吗？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什么。希望有火鸡。修哲是雨露特工哦，特工是会穿那个很厉害的特工服是吗？韩寒跟布丁，感恩节才是火鸡，可是圣诞节。好像也没有特别吃什么，也会吃烤全鸡。哦，哎，那我好像没看过哎，特工服我只有看过那个肉肉的特工服，因为它很看起来很派，所以印象很深刻。哎，其他的特工服好像没有看过啊，哎。还有谁也有点，但是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好像其他的也有一些特工服。雨露专属的名字，说话也很大声，对，我每次都吓到，我以为他要跟工作人员打起来了，就是可能我不知道讲什么欸，就是可能喷个酒精什么好。然后是在吵架了，是不是？很大声，是不是也没说什么这样？你们怎么开始说别的粉丝派呀、啊？我觉得他们还好啦。Mina 抓滴滴也很派，对，惹我生气我就会变很派。哼，我也有。我也很派，我知道我很派。信伟一进来就看到什么，信伟叔叔，刚刚这里有人说你很派，告状。偶像跟粉丝告状，这是什么？我怀疑信伟哥哥有那个派眼线在这里，不然怎么一 Q 到他就过来？哎，好奇怪！今天明明就是星期二，今天明明是星期二中午，然后居然这么多粉丝，就是我以为你们在偷看直播，然后你们居然都可以就是一直呛其他粉丝，今天怎么回事？就你们通常不是这个时间正在挂听吗？为什么可以？今天不是星期二吗？我搞错吗？
今天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啊？我就睡到昏了。喜乐库玛感冒请假，哦，只能刚好在床上啦。哎，你看这种天气，真的是喜乐库玛耶！喜乐库玛之熊这样子都会感冒哎，熊会感冒哎。我到底在惊讶什么？薪水小偷，你是主管不用偷看，主管可以这样子吗？熊为什么不可以感冒？你们有看过熊感冒的吗？认识米娜已经三年了，好快哦，居然已经三年了。哎，王子狗狗，好久不见！中了新型病毒，鼠型病毒。我好丑哦，我要开特效。已经直播快一个半小时了，然后才发现自己很难看。这个好了，呆呆的样子。没有看过熊打喷嚏，熊感冒都不用打喷嚏的。不是不用打喷嚏，就是他没有经历过打喷嚏，直接就感冒了。说好的直播化妆呢？哦，啃完玉米就想说，反正都这个时间了。我们已经习惯长这样的米娜了。哎，我第一次这样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不习惯？没有，好像你们根本没有发现，就说，哎，这米娜好像比较不一样这样。我的特工我忘记了吗？可是我这次合照会我的特工没有来，他不当特工了。信伟是胖丁啊，那赶快换一个特效。谁是胖？谁跟你一样啊？是有事不能来，所以我没有特工。我的特工已经不当特工了，可能不知道，这次没有看到。好啦，可以呀，一起胖丁呀。谢谢杨雄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卡送我荧光棒。渐渐要生气了，渐渐说怎么可以不当了？渐渐是专情的男人。尽量欺负信伟，这样不好吧？这样不好吧？米娜这么善良，怎么会随便欺负粉丝呢？天天都被欺负，真的吗？你们是不是都拔天天的手毛啊？我觉得他手毛变少了，没有啦，开玩笑的。米娜是不是也差不多？哦，但因为我刚刚晚开台，所以再多播五分钟。早就光哎，很难念，早就光了啊！你们该不会，我都在注意什么？我有吗？窗外套可是这里还有手毛啊，这里很少人这里会长哎、欸。等一下，我讲错话，我现在想要比个丘。打不出来，等一下。还是你们有送天天脱毛膏？你们知道有一种叫蜜蜡除毛吗？那个超痛的。如果天天想要体验抖 M 的话，可以试试看蜜蜡除毛，你会很开心。蜜蜡
烛毛草丛，爸爸有出过啊。不是滴蜡烛啦，蜜蜡其实是很像蜂蜜，很像蜂蜜，涂在身上就甜甜的，会很想要吃掉，但是不可以吃掉，你要把它拿一个东西粘下来。蜜蜡除毛，他们真的会弄哈？可是天天不想除毛吧？那是特色哎、欸，如果天天没有毛了，我就认不出来了。要几块才除得完？很坏耶你们！米娜除毛，偶像要除毛啊！生发水涂在手上都长不出来，是多想要有手毛啊！为什么要把生发水涂在手上？而且如果生发水真的那么有用的话，就不会那么多秃头了啊！你们知道我说啥吧？秃头，因为我觉得直接讲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说。但是就没有办法控制啊，就是到一定年纪，然后好像秃头是遗传的，对啊，是遗传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去那个植发，去植发就不会觉得那么不好看这样子，自己消音。好像看研究报告是说男生秃头的比率比女生还要高啊！我刚刚讲了，爸爸都是你打出来害我讲出来了，是秃头啦，秃头也爱你们呐。哦，但日本人好像蛮爱除毛的哎，日本人是，就是你知道，连那个手上这边这种有很细小的毛，他们全部都要除干净哎，就是我的话，就是你知道该除的一些地方会除这样子。头也爱你们，而且是没办法控制的啊，你的遗传基因决定的，你也没办法做什么，只是比较有钱的人可能会去植个发还是什么的。雷射除毛我也蛮想去做的，不然每天在那边刮好麻烦耶。对，等我有一点钱的时候再去除，现在用刮的就好了。植发是用根来算的哈，那如果真的不信秃头的话，那不就要花很多钱吗？ Hello 可乐，有毛的仓鼠不是啊，你们现在看到的仓鼠都除过毛啦，不是脸啦，就是腿的部分。你秃头已经剃光了哦？对啊，其实我觉得剃光头也蛮好看的，只是光头还是蛮看头型的啦，就是头型好看的话，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好看啊，很像那个、啊、王志平老师，他的光头就好好看、欸。我的话不可以光头，因为我的那个脸颊肉会很蓬，下次会剃光去的。爸爸是做了什么坏事要把自己剃光头惩处？这样握手真的会一堆光头，不要啦，到时候真的长不出头发怎么办啊？欸，我小时候，哦没有，我小时候不是光头，但是也不是秃头，我小时候是只长中间一撮，超奇怪，真的。我小时候照片很好笑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头发只长得出中间一撮，然后旁边都不长。人家秃头是旁边长，中间不长，我相反是只长中间，长旁边长不出头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照片，那如果啊，但今年
过年可能回不去澳门了，就但如果下次有找到小时候照片的话，可以给你们看。真的，我小时候好好笑，就是而且是就只长中间一撮，然后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个什么，好像饭团，看起来像一个饭团，就那中间贴一个海苔的，有没有？就只长中间，不知道为什么，还好后来有长出来。小时候都长不住头发，人家是地中海秃 ，Mina 是地中海头发，新的流行好不好？今天为什么 Mina 一直出现噗噗噗，那个什么是噗噜噜噜的效果音啊？没有啊，因为讲别人，就是讲别人秃头的话，你不觉得好像很没礼貌？哎，你这个头这样子，所以我要自己消音说秃头。因为如果真的有秃头的人，应该不会很，就是不太喜欢听到人家讲他秃吧。猪猪午安，河童头，河童就秃头啊，河童是啊。直接用日文没关系吗？哎，用日文骂人家也是骂人哎，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不好。对，秃头的人不喜欢被说秃头，因为刚刚第二下没铺好，直接秃头，没铺好哎、啊。谢谢笑起来真情告白，是绕口令吗？对啊，手机都是口水了。哎，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寻觅食物，还要化个妆这样子。哎，现在好像不用化妆，反正我先去吃点东西。好，八八该不会是今天的第八名吧？合同的盖子下面其实不是秃头，哎，我觉得有可能哎、欸，我觉得有可能哎、欸，好好奇啊，想把合同的那个跟我打开天灵盖哦。好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哦，感觉里面应该很多小黄瓜，我也喜欢吃小黄瓜哎、欸。我在讲什么？好，我要念排名了。今天的第13名是茄子跟志伟哥，谢谢。12名是太空，谢谢太空。11名是夏娥，谢谢夏娥。哦，第10名是令。第9名是阿米，谢谢阿米。第8名是爸爸，爸爸第八名，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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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第7名是孝贤，谢谢孝贤，今天好像很少看到孝贤讲话。第6名是汉汉，汉汉，我知道这个 pose 啊，不是 skrr skrr 的时候会做这个的吗？不是这样做吗？还是我一直做错？第5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你的头贴的是谁啊？长得好像老鼠哦。第4名是志宏，谢谢志宏。志宏的头贴好，不是我。第3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2名是证人，谢谢证人。第1名是萝莉朗，萝莉朗又换头贴了，萝莉朗，谢谢萝莉朗。啪叽啪叽啪叽，哎。今天忘记唱歌了，该讲萝莉兰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没唱青鸟。好，没事，我明天唱，明天啦，明天一定有时间，因为今天就是太多天没跟大家见面。你们看从从礼拜几啊，五六日一，你4天没跟大家见面了。哎，不是见面啦，就是没有直播。永远唱不到青鸟，哎，我已经练好了。说，昨天有见面，昨天还是前天？昨天有见面，昨天哎、欸，合照会是大前天了。4天不见，再连播3天，忽冷忽热，就是要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忽远，忽近。哦，笑唱有见过面，对哈、哦，昨天有笑唱。
一到五都能看到 Mina， 开心。好啦，那今天直播到这里了，我要去觅食了，还没想好要吃什么。欲擒故纵的 Mina， 大家不要再当薪水小偷了，赶快赶快，主管来了，主管来了，赶快赶快去工作去工作。大家拜拜，爸爸去吃饭，去吃去吃，拜拜拜拜，明天晚上九点见，拜拜。明天见，明天见。